现在经济发展也是比较好嘛，然后可能对于我们来说7-1-1开到这里，对我然后我们的发展我们的需求也是比较大的。像现在就是我们这些就是年轻人吧，或者是一些就是工作到很晚的，都是需要感觉都是买东西的时候，因为像其他那些饭店啊餐馆啊之类的都不营业了嘛，便利店还是挺希望能24小时营业的。